哎，你这是因为什么呀？我刚才去餐厅吃饭去了。月哥吃饱了吗？稍等啊。因为过度劳累，饥饿，康体部门岳云鹏，谢谢，2000块钱。不会，反正太饿了。然后我让老秦也吃了点，老秦给自己开了一个。那不对，这里有栾哥呀。有啊。啊？我没有，我没吃饭，我当时是证据，拍的清清楚楚。我那个是为岳老师，这是您为岳老师之前我拍的。您看看，真的，我那是为岳老师，而且你转什么圈儿？师傅，我是在这儿吃的所谓的晚饭吧，是吧？你那算下午茶行吗？不不，我当时呢，秦霄贤来了之后呢，岳哥连盘子带筷子一块抱着就跑了，跑了之后呢，然后被秦霄贤逮回来了。您这胡了八都，不，那是我跑了，这不露馅了吗？对不对？那就算承认了。我就吃了一点那个血豆腐，那还是吃了，和爆肚。还有这个一个丸子，要是能吃还得吃、啊、还有一碗拉面。我抱到捏脚那儿吃的。这个所以说爱徒要是犯了错误呢，他也得受到惩罚，以后不许这样啊。同意栾哥那个罚单算数的举手来。必须算，怎么可能不算呢？必须算，不公平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啊。那恭喜栾云平了啊。好好，来来，写上他的名字。嗯，满意了吧？我压根儿就应该说算。你来根葱吧。你还算呢。我们今天呢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两位玉麒麟，他们老说这玉麒麟玉麒麟的，你们听着明白吗？我不明白什么玉麒麟。尚九七那个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其实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，我不单纯的是一个顾客，在这里边呢我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咱们整个团队里边的一个玉麒麟的角色。来，你过来伸手我看一眼，你到底是不是玉麒麟。那么现在我们还有就是九七这一票啊，九七，你可以行使你的职责，或者升或者降，由你来指定。好，就是通过我今天下午的观察吧，跟秉哥在下午的接触状态就是很认真，所以我决定把我的票给秉哥。好，尊重麒麟。然后祖南下午打翻了一盘菜，我问他为什么这样，然后这样很危险，跟我吐痰。这是给谁的呀？给那姐姐的，我感觉她像玉麒麟。小朋友别这跑，危险！人家叫人了，人家叫人了。小心地滑！怎么你们还叫？你们犯错你们还叫人？这什么工作人员啊？这顶撞我们！就是、哎，还动手！来来来来来，你说。哎呀！好家伙！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张九南、啊。没想到找一下午玉麒麟吐了个玉麒麟吧。师傅，我那是干哕，当时没有往人脸上哕的啊。干哕。好，恭喜张九南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依次来背一下公司的总则，主动背的话是有奖励的。师傅，我先来。来，如果张九南你能够顺利把这三条背诵下来的话，我就把刚才两星恢复给你。哦，保持微笑，全心全意，真诚为客人服务。好，工作时间禁止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，不得顶撞、辱骂、殴打客户。殴打客户。师傅，我断句时间长，客户、同事、领导。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给他一星吧，好吗？可以可以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这
就零配合，就零举手，保持微笑，全心全意为客人服务，在工作真诚呢，兄弟，你的真诚呢？我不来了。师傅，我在完全的北边用。保持微笑，全心全意为客人服务。真诚啊，真诚的，哥哥，你的真诚的。保持微笑，全心全意，真诚为客人服务。工作时间严禁坐，不坐，坐不坐？保持微笑。你是说我吗？你是说我保持微笑吗？还有一个机会，还有一个人的名额，我试试，我试试。保持微笑，全心全意，真诚为客人服务。工作时间严谨。我打你哦！倒要扰乱我，我思绪乱。你干什么？找不保持微笑啊，真诚微笑。他俩提醒，那不行啊！我有阅读障碍，师傅，你让我念一遍行不行？没让你阅读啊！来来来，工作时间严谨，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。什么？他工作无关的事情，不得啐人家吧？不得当面顶撞、辱骂、殴打。同事、领导，那也不错。哎，这行了。你，我觉得啊，这个，因为咱们这儿一个是孟鹤堂，一个是秦霄贤，他比如说能基本流利的念下来，就应该给一八星，知道吗？保持微笑。坐下。你保持安静。好了，这个小插曲过去了啊。那个还有一个环节啊，人事部可以提名。升星的提报总经理来审批，啊，你看你们有选择吗？首先，我收到了在餐厅啊给烧饼员工的这个感谢信，很多，很多哦，这么多呢？一个大妈写了四封，叫烧饼，您给写一个，九安，对对对对，好嘞，五星好评，好，得，谢谢您。剩下也是我们协商决定的。张九南，文哥。张九南在楼下的时候，其实能发现这个玉麒麟的机会特别少。在这个换鞋的期间，我有看到他非常卖力气的服务了七个大妈。但是他给上面总经理汇报，他说他逮着七个玉麒麟。哦，是这么往上汇报的呀？然后我们俩就下来了，下来一看没一个真的。有前科，九南就不算。而且他刚才已经得了信了，对，我觉得牵强，牵强了。哎，张鹤伦，你们说说原因啊？哦，张鹤伦其实跟张九南的原因比较相同，就是他们的热情是非常的纯粹的。鹤伦这可以，鹤伦这可以啊。大妈那会儿进屋跟咱还说来着，说他唱歌跳舞，您记得吗？大妈都乐出声来了啊。对啊，那就恭喜烧饼和张鹤伦。